ってたの。我非常喜欢苏瑞小姐的歌曲。我就是刚刚的第一段录音就非常喜欢，但是呢，下一首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苏瑞的歌曲里面最喜欢的，就叫《幻象》。我在。现在滑板已经没有飞了，以前那个山上有飞机，知道吗？看风险也远玫瑰风险也爱情，我是什么风险也我的爱人，白风险也草场，江河风险也海洋，我是什么风险也我的朋友。我拿什么奉献给你，我不替你问，我不替你找，不替你想，白的奉献给蓝天，希望奉献给长夜，我拿什么奉献给你，我的小孩。雨季奉献给大地，岁月奉献给季节，我拿什么奉献给你，我的爹娘。我拿什么奉献给你，我不替你问，我不替你找，不替你想，白鸽奉献给老板。秋长到了，秋长张先生几位，他先一位吧。出场就是ありがとう。谢谢。上半场都要介绍原曲是日文翻唱中文或者台语，或是原曲是台语或者中文翻唱到日本。即使我的作品里面也有我自己创作，原曲是我自己做的，然后翻唱中文的歌曲。这首叫日本的歌，日本的歌就叫《君がいるから》，因为有你。然后中文的那个歌曲就叫《很靠近》。这首歌曲是2020年的电影《逆光飞翔》。